年主持过各种大大小小的节目，日前才刚接下宠物实境节目的他，竟又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从文化部奖辅助资讯网上会看到有一档全新节目《全明星辩论会》获得110年综艺节目制作700万的补助金，同时还有网友晒出观众录影意愿表，该节目已经在邀请观众参与录影，而从表上会看到该节目邀请陶晶莹来担任评审长，并邀请演艺圈内歌唱界、艺能界、YouTuber 界等名人来参加该节目，将会分为黑白两队进行比赛，让不少粉丝相当期待。而这也是陶晶莹暌违15年再度重返三立电视主持节目，相信会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惊喜啊！